我又看半天，不早说。一个毛，一个。两次。
宝洁。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光临世界公园的印度。要不要茶叶？您这公园的建筑是按啥了？一定的比例仿照世界各国名胜古迹。你是留给人家大家了。他要噎我嘞！是印度的，老给你搁热水，而且是爱情的说啊。下面我们将在这里省省也绑不上今天的歌舞表演，愿大家在这里愉悦到充满的印度风情。老公去了，你以为我是你呀、啊？我怎么了？我不就是干柴烈火吗？注意点儿，有没有对你都不满意了？小薇，等会儿换衣服呢。等会儿啊，行了，你去吧。是啊。嗯。你干嘛去了？我又怎么了？一转眼你人又不见了，给你打电话手机又关机。你这不充电呢吗？那你昨天晚上不能充上、啊、忘了。我跟你说啊，你以后每天都把电充上啊，随时等待我的呼唤，你听到了没？哎呀行了宝贝，你烦不烦？你听到哎呦老牛，我克拉新出款手机、啊、全球定位的，给那小妹整一个，走哪给他定了电呗。行，没问题，拿起来了。等我下去彩票中了吗？哎，漂亮亮啊！小涛，稍等一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团里新来的俄罗斯演员。Я вас тогда представлю, здесь вам представлю, это Тао наша, это Янчин, Сяо Вэй, Лунюм. Это вот ваша гримерка здесь. Можете посмотреть гримерку, а конкретно где вы будете, вам скажет госпожа Ли. Проходите, смотрите. Идите сюда. Аня, проходи. Так, ну что, девчонки, давайте. Паспорта свои. Ну, лучше они будут у меня храниться. Ну, вдруг потеряете, вдруг украдут. Ну, вот что договаривались. Давайте. Давай, давай, давай. Ставим свой паспорт. Пусть он лучше будет у меня. Потеряете, потом горе не оберешься. Ничего страшного. Так, давай сюда свой паспорт. Давай, давай. Пусть у меня будет. Доставай его. Ничего не поняла? Давай. Пусть лучше будет так.
二小，来，我坐我的手，哇塞，你欢迎您来到安福尔机场。安福尔先生有了，拜。欢迎您来到安福尔铁塔，请按份时针游览，谢谢合作。又跟结果闹事儿了？欢迎您来到安福尔铁塔，请按份时针。你再闹事儿，我把你送回家去啊！谢谢合作。一点都不脏嘞，你让我说谁？欢迎您来到安福尔铁塔，请按份时针游览。嫂子打电话来。家里有没事吧？没事。欢迎您来到埃菲尔铁塔，请按顺时针游览，谢谢合作。喂，欢迎您来到埃菲尔铁塔，请按顺时针游览，谢谢合作。行了，你自己吃吧啊。欢迎您来到埃菲尔铁塔，请按顺时针游览，谢谢合作。欢迎您来到埃菲尔铁塔，请按顺时针游览，谢谢合作。拜拜，放心的。欢迎您来到埃菲尔铁塔，请按顺时针游览，谢谢合作。游客朋友们，您好。欢迎您乘坐世界之窗埃菲尔铁塔观光电梯，本部电梯将直达108米高的铁塔塔顶，届时您犹如站在30层高谁在南门大楼之上，整个世界的天翻地貌。你把对讲调到6频道。收到。见你桃姐了吗？我刚才看到他跟一个男的从南门出去了。收到完毕。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度，它虽然没有古老文化的骄傲，但是它创造了百老汇。挺好的。那你妈说的也没错，跟我这后调才分开了，人家你也发达了。你不也是一天一个世界？那倒是，我这是不出北京走遍世界。背个那小包包干什么？就跟大班留级生一样。护照。护照，我看一眼。看不懂。老板娘，生意不错啊。阿季，这还吃蛋炒饭？哟，报的。我操！又算上去吃火锅了。啊，我到这边了，你们吃，你们吃。这是我男朋友陈泰生，他一直在太原。那样子吧。你好啊。我刚听小涛说起你，出啥来了？啊，他出国了。精神可以了，对吧？去蒙古。哎呀，厉害了嘛！真走走。下午就走。坐飞机吧，我开车，我有车，我开车送你到机场去，行吧？不是，我坐国际列车。啊，那火车更猛。从咱们这儿到那个玉泉营，上二环，到崇文门就到了。那不用麻烦了。问题这么麻烦是吗？咋了？
亮子，这是俺姑娘的后面，你看那个埃菲尔铁塔，俺一根山做的，挺像的。你说亮子，年年去过法国，结过婚啊？没有。进站了，列车近三站台，请接车组的同志提前做好准备。记住啊，小涛，我就先走了。在路上慢点。啊，放心。谢谢你啊，台生。啊，不用。哎，亮子，你们倒去倒去，我去给你买点车。可不用了，不用了，慢一点。买点车的很。真都带着齐齐的啊！是是是。哎，应该挺热的啊。先生，这样啊，我先上楼看看，记得停在那边。你告诉小涛一声，给你卖去了吗？不用了，再见，路上慢点啊。够了，坐。俺回去了。不回个去哪呀？就住在这儿。这儿咋了？我跟踪追击，追你追到北京。下火车第一个落脚点就在这儿，就在这个床上，容易了。把你委屈的，我刚来北京时候还住在地下室，又吵又脏。让啥子有办法？你真麻烦。说了一切别的啊，不就是穿上塑料雨衣睡了一个晚上？那是我发明的呀。是应该让你享受享受。我到北京的第一个晚上，躺在床上。听着火车的声音，我就服死。在这个地盘上，我一定要混出点名堂，让你过好日子。这是北京，卧虎藏龙。你放心，等着瞧。我都不在乎你说。又胡说。哪来的火车声？是我胡说，你不相信躺下试试。不躺。躺下听听。哎呀，脏的不行。躺下。听见了吗？闭上眼睛。今天一接单的下着，
我的心就像被电影到云过一样。你真的那么在乎我？你以为？你别说实话，你和那小子是不是真的藕断丝连？当然不是呀。那你证明给我看。咋证明？今天你一定要给我证明一下。证明什么？证明你爱我呀。你是不是我女朋友？装啊你就！现在生年头了，你还装成装处女？陈太生，你妈给你整不是个东西了你！你能说出这样的话？太生气了啊！小涛，小涛，回来！吓死了你！给我收拾收拾。咋回来的？我咋回来不行？坐汽车，坐地铁，打车。你现在雨得挺大的。你以为？心真狠。
把我一个人留在旅馆，放在社会上就不管了、啊。我告诉你，以后你少那样跟我说话。哎呦，脾气真大了，真可爱。不要生气了啊。走，带你去散散心。走，小涛，快走啊，走。走啊。哎呦，太生，你们俩来啦。恭喜恭喜啊。谢谢啊。生意怎么样？还行，刚开嘛。哎，进来玩一把，玩一把，感受一下，这什么意思啊？魔毯游世界，给你们刻张 DVD。好，来，小张准备开始了啊！飞一个啊！哎，飞一个，来，好，来，好，来，开始飞。哎，小桃开心点儿，挥挥手。哎，好，好，朝下看。Спасибо. Thank you. Спасибо. Спасибо, что ли? Меня зовут Анн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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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小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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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看不清呢？这个，哎，看不见老牛下面哥伦布啊！往前走走一下，来，往前走一下，来，好，来再照一下啊，一、二、三，好，来再照一下，两手分开，两腿岔开，过来。啊！
这个是美国曼哈顿，庄子新庄堂，九幺幺美国都被炸了，我这儿还有。不来，走。这是英国的大本钟，这个可有名。美国。这是法国的埃菲尔铁塔。这个巴黎圣母院，听说过？这个字肯定看过啊。我这儿工作环境怎么样？不赖。你这混到北京来，曾跟帝国队看见护院了。一般，破看门。来，抽一。咋说来就来了。在榆林干活的时候，卖黄豆，那头老伴儿，在北京工作，哪生活？工地，出苦力。家里就这样。我们家咋说？那样。你在屋里瞧瞧。太忙，回不去。今年过年回去。是干不干？还是妈。这个跟他们妈分开过了。还吵架呢？谁家都那样。我是咋说？你就把二小带出来啊，他没啥心病，现在身体好多了，弄出来晒晒太阳。那就好。啥时候结婚？不着急。还不着急？该弄孩子出来了。都过半辈子了。隆重婚姻大事。你再过两年，老谁养的？二姑娘咋说了？不要上学了，二姑娘，哎，过来。他爸他妈非叫我带出来，出来混混嘛。财神哥，咋成大姑娘了啊？咋带个二婚？事情，瞧胆子瞧多了吧，学谢霆锋嘞。哎，这越瞧越像一个水坝呀。只有点香。二香啊，带二姑娘坐坐。走啊，再来。就比咱嘴巴好看。这隆冬的塔桥，我家人不能跟你说嘞。哦，隆冬的。啊。这地点好吧？啊，挺漂亮。啊，这是大本钟，英国的。我家人不是也跟你说嘞？大。二夏啊，你在这儿一个月能拿多少钱？我二百多吧。二百多，二百一了，二百九了。哼，三十几米。二夏，嗯，这身衣服要不要钱了？你说当兵的衣裳要不要钱？Thank you.
飞机退役前曾长期执行国际飞行任务，您现在看到的机舱基本上保持了原貌，并由我公园五洲艺术团的演员饰演工作人员。愿我们的服务能帮助您了解空中飞行的奥妙，谢谢。Welcome aboard. We invite you to visit our aircraft 2154. Before retirement, this aircraft has linked up China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for long periodsWhat you can see now is original look. The flight attendant here are provided by Five Continents Artists Company. We hope that would let you understand the profound mystery of air travel. Thank you. 你不相信我？我知道你咋想的了，你要是遇上比我好的，提前跟我打个招呼。你说的不对。老师，让我去他家一趟。我也要去。他家有啥去的？天天在这儿待的，都快变成鬼了。你就带我出去逛一逛。钱还是不能给你啊！这是我哥让我来取的，这回。你哥让你来的？啊，来。那给他打电话，让他跟我说。喂，摩羯是大哥呢。好快呀！啊？嗯，俺等呢。杨先生不要，给你闹着了啊？能啊！跳。喂，那过去，喂吧，我哥他不在门市上，不在门市啊？嗯，打手机，他手机肯定关机，老关着呢。阿斌，算了吧，阿斌，别缺钱了吧？又玩马去了，又赌球去了，这。孙哥，又睡了。老廖他弟弟。没事吧？没事。自己人，谢松哥，你咋把小涛带这儿来了？没事儿啊，事儿倒是没事儿。找人做俩身份证，干啥用？
开俩圈就通。神州行是个人都能办，没人信，没人回电话了。行了，没问题。咱这生意还行吗？还行。咱中国没别的，人多。Большой Алёша. Алёша? Алёша. Алёша. Хорошо у тебя получается.
张了。二姐卖菜了没啦？哦，自己小心啊。整好了，看看行不行？加防伪了还？挺整的。能行能行。哎，你来正好，去趟太原吧。省事儿。老廖家出点事儿，你陪他妹妹去趟太原。什么时候走？待会儿准备一下你就走吧。行了，没问题。阿静来了。哎，宋老板。最近挺好啊，还行，挺好的。你得去趟太原啊。哎，家里的麻烦事，没办法。啥能难到你啊？泰森，自家兄弟，我老乡。阿九，你好，嗯。你们聊。好。老廖，给你安排好了啊。好，谢了啊。大哥，你听过军娘，是不是不客？我上半年的，上到单位上班两个高，高你给哪个找？我个副长，上个那个年三个九岁。军你副长？都是阿姨呢，叫你副长。你又谁一谁一，屋里是给我副官。我能给你副官这边，我都能上个单位能干点招，这帮们就要走了。给总是外卖的我，你副官你是大哥么？阿帮中娘陪我。那那招亲那个干部就啊，今朝给领个招亲领那吃的呀。你为那他那带娃回去，他那不会看娃死了？你他那外面那个是规矩的，你他屋头的这招招的对，他这边不，是吧？你到这边哭啊，看见我不哭都喝啊。
的突破，那今年的八月七号开始，海口将会开通到吉隆坡的定期航班。那大家以后去马来西亚游玩的话，就方便了很多。那我们今天的出发去马来西亚看一看。马来西亚呢，地处赤道，海洋性气候显著，全年呢都是炎热潮湿的热带气候。用我们的方式先干一杯。老板，上菜。Знаешь что? Я ухожу на другую работу. Я ее ненавижу.没事的，过段时间等咱们过圣诞节的时候，公园里会放烟火，可漂亮了，一定要拍照，我给你拍。你真好，能出国，都能去，多自由。北京阴转多云，20到25摄氏度。乌兰巴托晴转多云，18到20摄氏度。莫斯科多云，19到19摄氏度。乌兰巴托。所以，мы с тобой не понимаем друг друга.Ты мой единственный близкий друг здесь. У меня нет денег, но я хочу тебе подарить песню. Песню? Моя сестра вышла замуж и уехала в Улан-Батор. С тех пор я ее не видела.Хочу заработать денег и поехать к ней. Это моя мечта. Я тебе научу песню, которая связывает меня с ней. Она меня научила ей. Улан-Батор, мудыш, намуThank you.
麻烦找一下廖阿群。下去吧，二楼呢。可以了。哟，外国杂志。时装书。这么爱学习？哪里呀、啊？客人喜欢哪一套，我就可以把它翻版下来。这么巧。所以呢，可秀你次吧。嗯。手艺人靠手吃饭。你这吃的可是洋饭。年轻人喜欢牌子吗？什么年轻人？你也不老啊。这里这么多时装，给你女朋友来一套。不要。来北京几年了？三年。你呢？八年。你老公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为什么？他坐船走了，走的时候花了很多钱，可到了法国，一船人只剩下五六个了。去那儿干嘛？
我们温州人都喜欢出去，我们村子人带人差不多都走完了。你怎么没去？咋办？要不先到我那儿看看，我那儿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凯旋门，法国那点玩意儿都有。可是他住的地方你没有。他住天上。他住戴里维里。戴里维里。唐人街、美丽城。名字挺好听。挺年轻的。十年前寄的照片，能不年轻吗？木花跟我说了，没有呀。哎呀，腰疼死了。看把你娇气。哎呀，我就洗了点衣服。你以为？换个新鲜的问。你干嘛关机啊？你想看吗？哎，我真对不起你，我全给删了。你可不可笑？哎，我就是个可笑的人，你干嘛还上赶着跟着我呀？衣服换呗。二要不要？小伟，看看吧，上面有一些租房的信息。你想赶我走啊？这李总管穆经理来了，也说不了什么吧？你什么意思啊？
我就是个没意思的人。今天就热闹了，好不好？开放开放，来吧。对对对，喝喝酒，漂亮美眉。来来来，又来了，放开了，姐姐，你放开了啊！来来来来，哎，秋萍，这么多漂亮美眉，放开放开啊！咱们今天好好一醉方休，好不好？啊，漂亮美眉，唱吧。行行行，你们俩干，你们俩干了吧。我该来手，不不，你那你干，你说，那行，我先干，先干为敬啊。你会干。今天主要是这样，认识你挺高兴的。嗯，这个职业习惯。刚才那个短信怎么回事？啊，我给你念一下。挺热闹，我看你们那。你别念了。怎么是饼哥呀？发我手机上了。啊，电话多少？幺三九幺三九零幺幺八幺幺八饼哥九八八八。哎，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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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留着，我进闸。哎，我给你姑娘。好的好的。来吧来吧，接着喝吧。啊，来给我来点酒，来点酒，匀点。这个歌我已经练过两年多了，好好唱，好好唱，好好唱，高兴高兴啊，乐着乐着啊。温柔的曲线，放开爱的中原。喂，喂，意思到了吗？喂，对，来接着唱。多情的陪伴，喂，珍惜长天，喂，我的天仙花，喂，我听到等一下，喂，做人一能感恩，做人何必见钱，豪情不变，脸红一面，做人有苦有甜，山河分开两边，当微风撞脸，谁呀、啊？听不出来，往这看一眼不就得了？干嘛浪费我的电话费啊？不就电话费吗？回头把账单寄来，我给你报不就完了吗？哎，等一会儿，里面太闷了，我车在外面，带你出去兜风去。我觉得挺好啊。想跟你单独聊聊。哎，你有假期什么的吗？有啊。有护照吗？没有。护照好办，我给你办一个。因为什么？下个星期在香港有一个珠宝展，顶级的，是我办的。怎么样？带你过去玩。我去了做什么？哎，着急呀、啊！珠宝啊，香水啊，这都是你们需要的。你看看你，稍微一包装就出来了。
我来给你办这事儿，回头你就离开歌舞团，马上就出来，怎么样？您就别开玩笑了。真的，真的，真的，听我说，你听我说。主要是我一看见你，我就觉得特熟悉，真的，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在哪儿啊？在哪儿啊？在梦里。成也太老了点吧。老实人就是编不出什么新的东西，知道吗？这样吧，来，就咱俩出去溜达，走，走。再说吧。Привет. Ты откуда взялась? Как у тебя дела? Все нормально? Все хорошо у тебя? Что ты на меня так смотришь? Ты все поняла? Я тебе не смогу объяснить. Ну не... Что случилось? У тебя плохо? Не хаума. Плохо.哎，我老乡，你看，台上，奶奶，好早吧？等了你半天了。吃饭。还行了啊？还行。小唐。对象。对象。三号也不了解。香草，三来，从小一起玩大的。你好。呀，几天不见，他们说上普通话了。咋了？这哪儿人都有，大家都说普通话。工地了。弄活动，你好，一大片都是。
姑娘。哎，陶姐。咋地了？那你不用在这儿了。你们到齐了那么熟的，出来逛一逛。他那个盆走掉了，让我过来看。这么大人让你走丢了？这儿风景不错。挺好的。哎呀，我看不出来。主要是你胆小。不错。他们在叫你二姑娘。哦，我上头有个哥哥嘛，然后我妈怀我说想要个姑娘，就叫我二姑娘，这个生下来还是个小子。哦，那你大名叫什么？没事儿，就叫我二姑娘。行了。你说飞机上最多些啥人？谁知道了，反正我认识人都没拉坐过飞机。Destination is about 2 hours and 10 minutes. For your safety, please fasten the seatbelt during the journey. Thank you. Tyson. 嗯。你可是不能骗我。不会的。你要是撇了我，我就把你剁了。再剁成肉馅儿，包了饺子。我也就这点资本。你要是撇了我。可是生也没了。你也不要相信啊，这年头谁也靠不住，我也靠不住，你只能靠你自己。我知道你不会骗我的。游客朋友们，你们好，感谢您乘坐世界之窗埃菲尔铁塔观光电梯，希望塔顶多姿多彩的壮丽景色增添了您对世界的一份了解，为您的旅途带来了一份乐趣，欢迎您来到埃菲尔铁塔，并给您留下了平安顺时针游览，谢谢合作。吃了吗，小飞？欢迎您来到埃菲尔铁塔，平安顺时针游览，谢谢合作。欢迎您来到埃菲尔铁塔，请
请按顺时针游览，谢谢合作。欢迎您来到埃菲尔铁塔，请按顺时针游览，谢谢合作。欢迎您来到埃菲尔铁塔。来不及了。你去哪了？我真的来不及了，还没换衣服呢。你别拉我，哎，别拽我！你去哪了？我去死了。相信我，咱俩就分开算了，好吗？那可以啊，但你先告诉我你去哪了。你以为你是谁啊？我有义务一定要告诉你吗？你去哪了？你他妈能看住我吗？你们出去。你俩干嘛呢？你别管，出去。你怎么说话呢？出去。阿徐。你们先出去玩。你俩干嘛呢？赶紧的，还要卸妆呢。差不多就行了啊。我就想知道你去哪儿了。你真想知道？你说。那我告诉你，我和我上一个男人出去了。那然后呢？聊天。然后呢？吃饭。那再然后呢？没有然后。然后呢？然后和你想的一样。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然后呢？然后我就回来了，你也看到了。那再然后呢？老牛，从今以后，咱们俩没有然后。行。你他妈还不走？
单轨列车，我们将带领您环游整个世界公园，全程大约需要15分钟。在您的左手边可以看到华丽的泰王宫。欢迎您来到埃菲尔铁塔，请按顺时针游览，谢谢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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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陈哪个？欢迎您来到埃菲尔铁塔，请按顺时针游览，谢谢合作。哦，有事找你说，给我们走一趟。欢迎您来到埃菲尔铁塔，请按顺时针游览，谢谢合作。欢迎您来到埃菲尔铁塔，请按顺时针游览，谢谢合作。欢迎您来到埃菲尔铁塔，请按顺时针游览，谢谢合作。拿两面，拿两面，拿两面。站住！把衣服扣上。哎，你做一个推手的动作吧。欢迎您来到埃菲尔铁塔，请按顺时针游览，谢谢合作。欢迎您来到埃菲尔铁塔，请按顺时针游览，谢谢合作。
怎么个意思？签证下来了。恭喜啊。可以跟你冷静团聚了。干嘛这么酸？山西人嘛，就爱吃醋。哎，哪天我请你们俩吃饭。请谁啊？你女朋友啊。你想干嘛？你是想。没这个必要。等一下，接吧。喂。二姑娘，在那边。咋回事？这拆一天钢筋，吃了饭呢，腿夹个也吧。后来呢？后来钢丝弄断了。你叫他压点儿，加球升夜班了。谁呀？工资高。要求不要命了？他这个娃娃收入不够，你他妈你这么大了，你咋看的？我管不。你能干到成为三十多岁的人吗？是不是有很久去了？咋跟人家家里人交代？谁是病人的家属？啊，你们啊。嗯，给。去五号窗口。像是像的，像是是女谢太太自首。
吃点吧。都后半夜了。二姑娘做啥了？看着我，笑一下，笑一下。好，给我看看。怎么样？好，来找一下。好，来。这手机里面的相片能洗出来吗？这个像素不够，凑合着玩玩吧。啊。
点都像冬天。我还等它下雪呢。桃姐，有些事儿咱俩知道就行了，不要去跟外人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能说什么呢？人家说洞房的新娘是最美的，你行吗？少了。真的。牛星亮，魏金灵，婚点天呐！你要结婚了，成女人了，恭喜你，宝贝儿！来，这是给你的，谢谢，给你上份大礼。行。哎，小魏，不请我？怎么可能没有你啊？等着你上礼呢。走，去给你拿。走，等我。哎，给你家老牛乐疯了吧？那可不是。牛，我要吃喜糖。咱们坐吧。咱往回走吧，要不他一会儿还得坐车，晕车直接回去了。嗯，明天时候嘛，明天。
大家久等了，起来起来，地也不凉啊。你又把头发焗了，唐，发什么愣呢？没事，准备开会了啊，请穆总经理讲话。大家好，首先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好像我每次来都有好消息啊！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公司真正是蒸蒸日上，充满希望啊！咱们跟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订了个合同，明年春节晚会在咱们这儿有个分会场。春节晚会才那什么概念啊？全世界10亿人同时在看。你们在电视上一露脸，就是10亿人在看，这是什么概念？什么感觉？爽啊！还有件事，公司有一个任免决定，决定免去李玉珠同志你们歌舞队主管的职务，另有高就，任命刘友友同志为你们新的主管。好好，现在请他给你们讲几句话，大家鼓掌欢迎。大家都是团友了，客气话就不说了。说正事儿，女主管上次已经告诉大家了，咱们公司啊要拍广告，明天下午2点半，大家穿好服装，化好妆，准时在西门集合，一个都不许迟到。小桃。赵小桃啊，其他角色都有人选了，你就扮演一下黑人妇女吧。我无所谓。好了好了，就这样吧，不耽误你们时间了啊。悠悠，恭喜你了，当总管了。那你觉得我脸黑吗？没办法，这是工作。那就好好工作吧。你可不要有种族歧视啊。你还有那意思啊？这能行吗？这行，这种箱子挺结实的。走的时候我去送你。不用了，大哥他们都去。再说了，你去算什么呀？也是。好久这个可以吗？要不这样。跟阿西付的，你吃跟阿西头飞，付够生，黑付够黑，哦，你吃比那个给，正宗的么子吃了，哦，要不是人家，正宗的么子有了呢，给飞阿西吃，比那给飞吃吃的了，哦，我给你点阿西油去吧，那吃了可以，可以，太甜，太甜，吃的很，好的，哦，那西北人家是地呢。见到了。
对了，因为是这么惨，你是打老板，现在都是你赚钱的时候，我们都不行。啊，行了，参加婚礼了，行了行了，我喝了啊。怎么回事？下一个请客的就你俩。今天谁结婚了？别起哄了。别起哄了，别起哄了，喝满了，走走走。九条。刘条，刘条怎么办？我咋弄？就呗。还没找着媳妇呢。八零，八零。女人啊，不能惯，别理她，一会儿她就回去了。红锥。胡了。嗯，哇塞，我呼了啊！啊，没有，我能点个炮，点的是我，把我东西挺刨收的，倒我的格子上，真的。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在这儿，不冷吗？里面太闷了，吃太透透气。小魏和老牛跟我请假去旅游度蜜月了。对，应该到广州了。就剩咱俩了。你多好，当领导了。领导？不就多一事就长进吗？今年冬天怎么还不下雪呢？是啊。两口子不是去南方度蜜月去了吗？家里没人啊？有一个，你们单位有个同事在这替他干房的。在哪间？那个二楼中间那间。谢谢您啊。好嘞，甭客气坐在贝尔家里做饭，你都快蹭到卡家后院去了。算了，坐也不打个招呼。
咋了？说句话嘛。我这儿也是借住啊。哦，原来住的那人去旅游了。哎，行，我跟他们说过不止一次，让他们注意这个煤气中毒。对对对，总是不注意。咱们是不是死了？没有，咱们才刚刚开始。